内马尔的天赋和球技都是球王级别，但唯独却少了一丝成熟。26岁的内马尔拥有着姆巴佩所渴望的一切。姆巴佩之所以说在法国队更开心，就是因为 MMN 在构造上是畸形的，他们三人都不擅长身体对抗，更喜欢 MSN 则完美的弥补了这一点。中路的苏亚雷斯是最完美的支点，右路的梅西吸引走了一大波活力，只有在左路的内马尔才会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，将南美足球的灵性绽放，而不是频繁的被当作球踢。24岁的姆巴佩为了留下35岁的梅西，自愿降薪30%。如果让他和20多岁的梅西一起踢球，恐怕是花钱上班也乐意。更别提巴萨还有皮克和二爷组成的顶级后防，以及哈白这种顶级中场。相比而言，那时的内马尔真的不要太幸福了。